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鹿鸣国中的大家长林金仁校长上台为我们致辞，掌声欢迎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来宾。哦，刚才唱歌真的很紧张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先走。致辞完比较自在一点。对，那其实我一直觉得音乐能够打动人心哦，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，或者它的词意哦，或者是它的演奏的技巧哦，其实哦，演奏者专心的投入哦，还有那种自信、那种专注，我觉得呢，更让人击掌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音乐班的孩子们哦，这样子表现的从容大气，渴望哦把他们的音乐，传播到呢，我们鹿鸣的音乐，把他们传播到呢世界上。我觉得从他们的眼神，他们呢这样子的神情，我觉得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鼓励，跟他们鼓掌？哦，我们是在鼓掌，来呢带给他们呢来打气。那感谢各位家长跟亲朋好友，这五年来对我们鹿鸣音乐班的相挺，哦，那也感谢我们的老师，不论是我们的数科老师、学科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导师，跟我们全校的师长、我们的同仁，对整个音乐班的帮忙。哦，今天呢，音乐班呢办呢成果发表会跟第三届的毕业音乐会，哦，其实呢，我们动员了呢我们的全校的所有的行政人员跟老师一起呢都来帮忙。我们学校大概呢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老师哦都在这边。哦，另外呢，我也感谢我们音乐班的学长学姐哦，今天呢也有很多人到场呢来呢哦帮忙哦。那我们呢鹿鸣的呢我们的同学，我们今天呢也有近了200个同学，大概超过了我们的全校学生的五分之一哦，在这边哦来领赏，来当我们的志工。那我也感谢哦，我们呢一直以来赞助呢我们鹿鸣音乐班，尤其是赞助呢我们今天我们的音乐会的我们呢哦石仁佳会长、郭义勇会长，跟我们石瑞荣常委，还有我们郭坤旺委员跟刘明忠哦顾问，跟我们全体的呢哦委员哦，一直以来呢都对我们的呢支持。另外呢地保教育基金会，还有鹿港地藏王庙跟新大喷水工具公司跟彰化县保护少年协进会，哦，都呢一直呢很努力的呢支持啊，哦。那其实哦，鹿鸣音乐班哦成立已经五年啊，哦，那呢是呢我们彰化县大概唯一有国乐团的呢音乐班。其实从呢我们第三届进来以后，也就大概呢两年半前哦，第三届的同学进来以后，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，我们到底音乐班再来我们的音乐的部分要往怎么样子的发展啊，哦，最后呢我们呢哦我们决定哦在我们的国乐里面哦注入呢新的元素，哦，让我们的整个国乐团、整个国乐的发展能够更亲民，更能够呢引起共鸣跟雅俗共赏。所以呢哦刚刚各位也许听到了，除了我们呢国乐团除了有传统的国乐大曲之外哦，我们还会演绎呢，像日本宫崎骏他动画的主题曲，也会结合国语的流行歌曲，甚至改编我们闽南语的歌曲，哦，就是企图为我们的音乐有注入呢新的元素，哦。另外啊，我也要鼓励我们音乐班的同学，哦，音乐班呢，哦，总是呢很忙碌又很充实，哦，每天呢都看呢音乐班的同学这样忙进忙出的，哦，在学科跟术科之间，可是呢。可是呢，这是一个充满回忆的过程，哦，那呢，尤其呢是呢毕业班，我们三年级的同学，哦，三年九的呢同学，哦，在这三年里面，哦，你们呢走过了欢笑，走过了悲伤，哦，也走过了阳光，走过了风雨，哦，以及走过了你们的年少岁月，哦，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哦，会是你们在学生生涯里面最美丽的注脚，啊，我常常鼓励同学哦，不是因为有希望我们才坚持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，我们才会有希望，哦，坚持好事一定会有好结果，哦，校长呢永远以我们音乐班为荣，永远呢以身为鹿鸣国中的校长感到骄傲，谢谢。